大王妃人力可坏，除非有炸药。第五城在，速去上游查看，去疏散延安百姓。 是你们便立刻返回草原。这是的，哪里够安全呢？宣七月公主艾麦拉送亲使萨乌一觐见。七月公主艾麦拉入堂。王爷，你可想好了？ 还有什么好消息？已经到这一步了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落子无悔。等等等等，我再看一看，我刚刚没看到，坠子应该……王爷，你身体最近可有异样？啊，你这思维也太跳跃性了吧！从前你对弈沉着果断，几乎没有输过。 可最近神情恍惚，性情都变了。你最近饮食起居可有何异常？啊？你是怀疑有人对我下毒？膳食都是府中厨子做的，只是最近似乎味道寡淡了些。我还是一如从前睡在书房，并未察觉有什么异样。 你最近是不是夜不能寐，食欲不振，注意力不能集中，而且经常胸闷气短，莫名的烦躁？正是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你恋爱了。恋爱？开什么玩笑！现在只有王妃亲手做的。 十全大补猪蹄汤中的黄连能救王爷，专治嘴里没味儿。叫做十全大补猪蹄汤，要吃光，很补的。秋烈，我虽然没去，可听说王爷和王妃感情进展不错哦。哪有？不用乱说。从前你对弈沉着果断，几乎没有输过，可最近神情恍惚，性情都变了。 你恋爱了，自从弟妹嫁过来之后，你比从前开朗了许多。阿郎，怎么不掌灯啊？王妃叫你吃晚饭。你让王妃先吃吧。我还有点事。鱼脸上的肉最嫩了，你尝尝。哎呀，鱼煎糊了。 可惜了，这条鱼身体这么强壮，一定很补的。看来排骨还是挺受欢迎的。王妃对你真的不错哦，你就不要再嘲弄我了。 你不知道现在有多乱，我怎么感觉有些人是乐在其中呢？平白多出个扰乱生活的质子，有什么好乐的？九郎。 你知道我的处境。当初我接受圣人的安排，完全是有其他考虑。生在皇室，哪得自由？稍不留神便是祸从天降。她毕竟是汐月公主，从事累赘，关键时刻也未尝不是那护短。 谁？是谁？没看清。
能换个更给劲儿的曲子？给劲儿的。给劲儿的是什么样的？哎。明月，李谦，李谦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自己有手有脚，干嘛让你扶？你干嘛又这样对我？我不回家。怎么了？又不会少块肉。多谢王爷款待，如此盛宴，还有这般美妙歌舞，凯尔比敬王爷一杯。耶呼，客气。大堂规矩真麻烦，好不容易咱们见了面，吃饭还得隔这么远，怎么说话呀？他们都叫你明月，这大堂名字真别扭。月亮哪有艾麦拉寓意深刻？他们不懂西月话吗？你还叫我艾麦拉？好，跳得好。对了，看我给你带了什么好玩的。啊？什么？闭上眼睛。嗯，好。
你喜欢的，我都牢牢记得。小时候你给我编过很多这个呢。夜壶，啊，哦，来，刀酒。 叶护，先干为敬。我小时候才不这样呢。你小时候就是这个样子。倒酒。我也喜欢。才没有呢。阿郎，今天的菜不合口味吗？您怎么会喝酒啊？这酒不错，我喜欢喝，有问题吗？ 我还是觉得我们那儿的酒更香醇。我也觉得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儿，都下去吧。嗯？啊？怎么这就结束？大家正喝得开心呢。夜壶醉了，让他早点休息吧。王爷在吗？拼酒我可从来没怕过谁。 啊！你这是要干嘛？阿郎，娘娘，早些休息。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夜护和走之前，我都睡在这里。你这是要监视我？不是，一切为了两国邦交，总不能让夜护知道我们是分房睡吧？这么爱演戏。 你就演个够吧。别处花木枯萎，唯独乐游园的梅花最艳，从上面能把整座长安尽收眼底。怎么这么久？啊！我正要让坦丽催你。你说是？你忘了？哎，不是早跟你说过？ 今天要给圣人和淑妃娘娘请安，你什么时候说过啊？是你光顾着玩，把正事都给忘了。快上车，时间不早了。公子今天还请自便吧。云四大哥，真对不起，我好像真忘了这事儿。没事，我可以同去。等你出来，咱们再去乐游园，反正请安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嘛。 晚上回来吃饭吗？难说，还有好多事要处理。待会儿你要是等得无聊，可以去隔壁的物本坊逛逛。无妨，我就在宫门口等你。嗯。说什么请安？都快一个时辰了，就在这瞎坐着。哎，到底还要等多久啊？不是说了，圣人临时有事。骗谁呢？ 你来了就直奔这里，谁都没见，怎么知道圣人有事？反正还是要等，不如赏梅。你少打岔，我是来请安的。要赏梅，不会去乐游园？不懂欣赏呢，瞧着花多香。嗯，臭里贱，死里贱，混蛋。嗯，不要。 丑花，它可比草变得蛐蛐好看。那是云四哥哥的心意，你这算什么？嗯，你要真想送人礼物，就这态度。那你要不要嘛？不要我就扔掉。干嘛你扔？你送我的，当然我来扔。你气死你！你。 花又没错，我干嘛扔？呀，九嫂、九哥，你们来赏梅？啊！羡慕死人了，好恩爱呀！嗯，明月，有句话我要说在前头，明天不许你再以任何借口耍弄我和云四哥哥，不然。 我可真的要生气了！你真觉得我是在耍你们？不然呢？
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明天绝不会再打扰你们。